其实年过了一半之后，我们就已经开始接明年的气场，其实就需要一些随身的法宝了。对，其实六字真言，我觉得它是最短，但是力量最大的一个万咒之王。对，暗藏奥秘。Om Mani Padme Hum。我身上其实非常多六字真言的随身物品，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好美哦，就是对，你一眼望过去，你会发现它有一种禅意。对，然后可以看到它六字真言中间，它这个是可以转动，转一圈六字真言。就念完了，对，它外面的这一圈你会发现这个是自知的螭龙，其实它就是具备一个守护的作用，然后再来加上它最外圈的那个回字纹，其实有一点点像是你做的功德，它帮你无限放大，然后回向给自己。其实它的材质啊，我发现它是999足银哦，而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也可以给他戴，小朋友如果念书比较躁动的，我觉得可以戴，还有长辈如果说常常需要进出医院回诊啊、看病啊、拿药啊，我觉得都适合佩戴，帮你挡掉一些不好外面的煞气。